好多女仔细个都中意玩芭比公仔，就连何家千金何超莲都一样啊。呢日超莲就话佢细个嗰阵，虽然爸爸送好多玩具，但都同好多人一样，要成绩好，妈咪先会俾佢玩噶。我想是每一个人的细个都一定会有一两个芭比陪住嘅，咁我都系唔例外啦。但系我啲芭比咧好得意嘅，就唔系好多个。就是我和我弟弟共同擁有一個咯，咁所以我弟弟是要陪我玩芭比的。同時間咧，我是會跟他玩龍珠的，咁所以咧，佢幫龍珠換咩，我咪幫芭比換咩咯，即係互相的，係啦。我由細到大都是冬菇頭，從來未試過長頭髮，亦都係著嘅衫都係比較簡單，即係我媽中意就係簡單舒服，咁所以佢唔會特別去 dress up 我哋咯，佢都唔中意你太過 dress up。而家大個女超年就成日都有唔同造型啦，最近仲第一次染咗個黑色頭髮添。其實係因為咧，由細到大咧，我的頭髮都係啡色嘅，咁所以咧就未試過黑色頭髮。咁一路咧，我個髮型師咧都係反對我染黑色嘅，因為咧佢話第一你染咗黑色，你之後再轉色咧就好麻煩，同埋咧因為我本身係啡色啊，咁所以你生翻出嚟咧就會有嗰啲好似布癲咁樣咧。會唔會話因為男朋友中意黑長直，所以就咁佢都中意，係咯。